这个闪闪发光，而且他明明是长头发，对吧？居然一根头发都没有，太神啦！没有啦，刚刚来之前有吸过啦，就反正就是超级的干净，对，请我检讨，我不要。不过你家也蛮干净的啊。啊？还好吧，只是东西有点多而已。有没有？你看他说我家很干净，对，是干净的，只是东西有点多，然后地板上偶尔会有猫腻、呕吐物这样。看听起来很不干净，听起来超级不干净的、啊。OK， 那我们今天这个煮喵喵到你家系列的第四集，应该是第四集吧？我们就是来到了苹果家，然后我要来煮饭给他吃啦。Yeah， 我大学的时候是念世新，然后我们比较，但我也没有一直去。跟别人出去玩，我还是一个乖小孩。我是就是开始毕业之后变得比较想法比较开放，不然我在大学之前我都。说到想法比较开放，所以你以前高中是会觉得说那个不可以婚前性行为的那种吗？我一直到大二还大三，我才知道原来情侣交往有可能会有发生性行为。真的假的？嗯、我很晚才。那你第一次是什么时候？可以讲。等一下，我要确定一下，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时候不能讲也没关系啦，就交往之后啦，交往之后，男生会介意吗？聊天室，如果我是你女朋友，然后我国小有一个疯狂暗恋的对象，然后如果他现在是自己在外面租屋，然后我要去他的县市玩，你们可以，你们答应吗？你们会介意吗？还好，对吗？还好。其实男生好像，男生比较不会介意，就是女生，如果对方是女孩子的话，就假的啊。可是如果。哦，对啦，好啦，好像我也可以理解。如果我男朋友跟一个 gay 很好，我也不会介意，对啊、而且我还会放两幻想，很开心，很开心。我会幻想他们两个谁在上面，谁在下面。男人都是爱肉体，信我，没有那个是没有肉体的男人才会爱肉体。如果今天一个男人他想要什么女人都能选择，都能拥有的时候，他就不会是爱肉体了。那是因为你现在没有肉体可以选哦，你可以直接这样开炮了是不是？通常都是没有什么才会爱什么，就真的很现实，就是这样。对，就是你找不到更好的这个东西，你就会特别渴望。就像你小时候没喝奶，你就会长大觉得特别喜欢，是这样吗？长大特别喜欢喝奶。你这有点双关哦。英雄联盟真的到后面真的是分 game， 我从 S4 吧，乱讲，英雄联盟超棒，英雄联盟超好玩，我爱英雄联盟。那你觉得他现在换了新的之后有比较好玩吗？好玩啊，他现在动不动就把人家不准人家说话，超好玩的。然后动不动，你知道以前挂机可能要挂个一两分钟才会被踢掉，现在你只要30秒不动，他就警告你，你一分钟不动你就被踢掉了。谁叫你打积分还在那边挂机上厕所啊？活该！我只能说，台湾大哥大干得好，干得好，看你们还敢不敢开场在那边上厕所发呆，不来给我草丛擦眼。再过一阵子会不会就看到紫喵嫁人？不会吧，贝妹应该会先嫁吧。哎，你知道我小时候的那个梦想是当新娘子。很多女生都这样哎，很多女生都是有。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新娘子，然后成为家庭主妇，照顾我的丈夫、老公跟儿子。天哪！那现在这还是你的梦想吗？现在我只想当贵妇。但是新娘这个。不冲突，还是可以当新娘，不冲突，但是不想要照顾老公跟儿子了，我只想要当贵妇，可以先结婚完成这个梦想。今天观众没有要给你订阅的意思。对呀、啊，没关系啊，很正常、啊。那不然这样好了 ，Hello everyone， 我是 Kazia， 刚好帮那个工作完，帮那个紫喵吹一下，等一下那个他如果假设等一下。到100订阅的话，就把它关节技啊，对，已经有人开始了。哎呀，谢谢、啊！好哎、欸，谢谢。关节技是什么、啊？你等一下就知道了，你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啊，100订阅就关节技，200订阅就起飞。好想看，起飞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飞起来啊！干，好恐怖哦！飞起来，脚离地，你会很安全的。真的吗？真的是安全的吗？确、就是、定？真
死了。哎、欸，等下有人送五五六六，为什么？万一送了五五六六送我、欸，你快要关节剧了。你快要关前戏了！我的天哪、啊，关前戏到底是什么？好可怕！关前戏就是，哎、欸，要出大事嘞、欸！出事了阿贝。不过旁边好像有那个，感谢。我们旁边有双合院，聊天室差四份哦，一百了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一百订阅，感谢。你还没关前戏了？对，那你们刚才为什么都不送订阅？妈的，你们这些王八蛋！你就想看我被打？好想看哦，不是。我也很想看啊，想看我被打是不是？我妈的王八蛋，你们这些高警生，真的是高警生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感谢五十订阅，谢谢。等一下你们要吹到两百哦。没有，我没有吹啊，我没有吹，我们没有吹。不是五五六六，谢谢谢谢，我们没有吹啊，谁给你吹了？没有，我只是说我想看而已。五五六六，谢谢你哦。不小心按到了，是哦，哦是哦，感谢感谢，好想看哦，好想看哦，啊、我最喜欢了哈、哦。你知道就是卡西亚，就是他有做很多就是直摔的节目，然后或者是他遇到很多观众都会有像这样子的关节技，就是跟他相处久了之后，我很享受在每个不同的人跟他互动的时候的惨叫声。听起来太奇怪了，好想看哦，感谢六十分订阅，谢谢，越来越近啊，谢谢。不是、欸，你们平常不是这样子的、欸，平常是五分五分送，平常是五分五分送的、欸，我想看，我、啊、想看，平常送五分的，今天送20分，我想看，五五六六，平常10份10份送，今天送50/50这样子、喔，这样子正常吗？今天又不一样，今天到底平常，我想看我被打，好想看哦、喔，感谢六十分订阅，差十份了， okay, 谢谢刘长河。500块的健保费，我先帮你付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不会受伤，只是会有一点点恐怖。好，一点点，保证安全。OK， 那听那名字听起来就很不安全。感谢十份订阅，谢谢200份，感谢。等一下，好恐怖啊！他叫我去那边坐，我好怕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等一下啦。干嘛躲着、啊？我会害怕。OK。轻了，我就直接把你往上推哈 ，OK。啊我觉得我余悸犹存，还以为在地震，天哪、啊！好恐怖、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这是200订阅就可以看的东西吗？好恐怖、哦，上面空气。你手在抖哎！我的手在抖，我刚刚麦克风拿不住，看超恐怖的，真的超恐怖的。为什么今天是这样子？明明今天只是来煮饭的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？我们今天不是来煮饭的吗？不是200应该穿美美的吗？啊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怎么会变成什么？什么起飞？超恐怖的！但是觉得还蛮屌的啊！我还吃得下吗？有一点饱了。现在确实，刚刚挺饿的，现在已经不饿了。我感谢你们哦，聊天室。刚刚我刚刚煮饭煮了好几个小时，没有人要订阅，然后。卡西亚走过来说：“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如果你们这样的话，我就怎样子喵，把它让它起飞哦。”然后咻咻咻咻咻咻咻，然后就什么猪尾加码乱讲，没有在加码了，太可怕了！天哪、啊，我们该吃饭了，各位，吃饭吃饭。